1.15 真方便啊，直接点床就可以记录重生点哦。哦，嗨哟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冬瓜，欢迎来到我的 Minecraft 原味生存系列第113集喽。那我们上一集不是建造这个很浮夸的路灯嘛？然后很多观众说，可不可以再往上提一格啊？你想要让冬瓜盖死是不是？拒绝。然后正题开始之前呢，冬瓜先把这个后面这边有一个漏盖的灯笼把它补上去吧。嘿，好，那我们 1.15 更新之后，当然就要马上出发去找我们的蜜蜂啊。冬瓜不想只是单纯去找蜜蜂而已，冬瓜想要挑战看看一个小时之内可以获取到多少的蜂巢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出发咯。好，那我们就随便往一个方向飞吧，就随便飞咯。那蜜蜂它生长的地方应该是像这种平原的地方，可是这种平原的地方因为我的地图它没有重置过，所以这边还算旧地形，所以应该是没有蜜蜂啦，所以我们要飞远一点的地方去找找看蜜蜂齁。哦，针叶林的村庄也太漂亮了吧。啊，真的是更新完之后我都没有到处逛逛欸。也有看到死车菊了是不是，看到新的花了。那就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比较平坦平原的地方，就是有花的地方就比较会有蜜蜂啦。因为这样子用飞的情况下其实很难找到蜜蜂，因为飞得太快了。所以我们要一直飞，一直飞，一直飞哦。又开始吼，那边好像有点平平的，我们在那边下降看看好了。因为直接用飞的有点难找到蜜蜂啦，说真的，感觉没有看到蜜蜂呢。结果忘记带床了啊，真的是。没关系，等一下看到羊就打三只羊来做床吧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个平原可能就有蜜蜂哦。没有蜜蜂。上次做掠夺前哨站的时候盖的那个地狱门嘛，所以那边我已经探过，所以就没有新的地形，所以我们要再飞远一点。那刚刚冬瓜有看到羊，先打羊毛，我们先做床。刚好要晚上了，我们来睡觉。好，我们继续飞。那有观众一定会问说，冬瓜啊，那个蜜蜂你要收集那个蜂巢啊，不是要等到晚上蜜蜂才会回去它的蜂巢吗？你这样子直接采的话，你的蜂巢里面都没有蜜蜂。很简单很简单，就让蜜蜂采蜜，然后收集满之后他们都会全部回去塞在里面，我再把蜂巢取下来就好了啊。继续飞。天啊，怎么都没有啊。而且感觉蜜蜂跟蜂巢真的是蛮难找的，因为它只有这种平坦的平原，然后上面很多花的那种才有可能找到蜜蜂啊。啊，我真的觉得我要飞很久了。没关系，冬瓜在录影之前已经先把鞘翅修好了，所以应该可以飞个10000格，没问题的。哦，看到了平原，平原，这种平原能出现蜂巢的机会会比较大。这个地方就是要下来，然后慢慢走，慢慢看，要不然用飞的鞋子看不太到蜜蜂。其实冬瓜也想过要不要骑马来找蜜蜂，可是骑马真的太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受不了，所以还是用飞的吧。看到特定的地方我再下来就好了。哇，那个蜜蜂不是什么，不是那个蜜蜂，那个僵尸闪闪发亮的。现在的版本是 1.15.1 嘛，它没有那个 Opify 可以用，所以冬瓜没办法放大，只能用后置的方式放大让大家看了。还是没有蜜蜂，没有蜂巢。天哪，这个冬瓜找到哪时候啊？这边应该就有了吧，这边那么多花，这边百花谷呢。来吧，来一个蜂巢吧，来个蜜蜂吧。感觉都没有看到蜜蜂，也没有看到蜂巢。天哪，这边应该就会有了吧，这边这么空旷居然连一个蜜蜂都没有。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好不好。还有那个蜂巢是不是它只会出生在那个橡木树上面啊？是我飞太快看不到，还是因为它根本就是没有？天哪，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应该只能找到一两个而已吧。这个花这么多都没有蜂巢，怎么都没有？这边这么的丰盛居然都没有蜜蜂，我觉得死定了，我可能要找很久。我觉得要改一下那个规则，不可以说一个小时之内找到多少蜜蜂，看我一次录影可以找到多少蜂巢好了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一个小时我根本就找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觉得我要找一个东西开录影？之前是开录影就找得到，不开录影就找不到，那现在是反过来的，是不是？这种地形很容易出现蜜蜂啊，蜂巢怎么都没有嘞？哪里搞嘞？而且我都看到，我飞回来了。那我只好飞远一点了。
哎，我的人物怎么能闪烁啊？天哪！那继续飞，继续飞。难怪我一直找不到，因为我一直在旧的地方飞啊，不玩了。哇塞，这个沙漠的这个村庄也太酷了吧！这个村庄也太大了吧！天哪，这个村庄做的有点浮夸。这个时候不是叹为观止的时候，我的蜜蜂嘞，我都没有嘞。一望无际的大沙漠，往这边飞好了，这边应该就会有了吧？这个这么大，这么平，这么空，都没有蜜蜂，好吧，真的没蜜蜂啊！为了防止不飞回去，看一下坐标。哦，看到了新天地了，平平的，这个平平的会不会有蜜蜂呢？我怎么感觉又没有希望了？好吧，我下来都没有听到蜜蜂的声音。天哪，蜜蜂怎么这么难找？而且我还找到了丛林。哎呦喂啊，有没有这么难找？就不要等一下我要找到竹林啊？没有啦，这个丛林蛮小的，没有竹林。哦，我说错了，这个丛林蛮大的，后面还有一团啦。不是啊，我不是要来找竹林的呢，我也不是要来找丛林的呢。可是每次不找东西的时候，都找得到其他东西，真的是很奇怪。我真的找到竹林了啦，这太夸张了吧！哎呦喂呀，竹林不是很难找吗？我怎么找到很难找的东西，我却找不到蜜蜂？蜜蜂应该比较难找哦。好啦，蜜蜂来吧，赶快吧！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用飞的还是可以看到啦。然后赶快，赶快，我们拿一堆花来，全部种在这旁边。来，你们赶快吃完，然后赶快回去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给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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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给你们吃。哎喂。来生小蜜蜂，快生小蜜蜂！来吃饱饱，赶快回去，我就把你们抓起来带回家，跟着我回家。哦，小蜜蜂已经满了，哦，都进去了，哎哎，赶快进去，快！你怎么不进去啊？哦，快点吃吃吃，赶快！等你等你，那边还有一个野生的蜜蜂，哎，是这样，而且他们吃完进去就好像都不出来了，好像只工作一次吧，感觉耶。快啦，你要吃多久？等你就饱了。哦，可以了，挖掉啊，带回家啦，碎啦。刚好我的那个烟火不够了，拿一些出来呗。啊，又要晚上了，找个蜜蜂找的真的是心有点累。OK， 我们再出花。找下一个蜂巢，这样子蛮顺利的嘛，我就一直往这个方向飞就好啦。而且我刚刚是在飞行的时候看到蜜蜂蜂巢，欸，我以为用飞的看不太到，没想到用飞的还是看得到嘛，只知道飞慢一点而已。蜜蜂感觉真的蛮少的，欸，继续飞。哇，这个是百花山是不是啊？人家是百花谷，它是百花山，欸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满是，哇塞，这整片都是花，欸，你各位观众有看到吗？欸，有蜜蜂，有蜜蜂，哇，我上也可以看到蜂巢，天哪，我的眼睛到底是多好啊，太夸张了吧。来啦来啦，欸，它出来了，来吧，喂它们，喂它们，两应该只有两只而已，喂，生小蜜蜂，来赶快吃一吃，我就带你们回家，拐骗你们回家，跟怪叔叔回家。所以这种百花谷、百花丛还是有可能会有蜂巢，就眼睛要利一点，要自己下去看而已。哇，这个百花谷真的好大哦！然后它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音效哦，有吗？有哦哦，可爱！你不要迷路了，小蜜蜂，快点，我等你进去。来，赶快赶快，哎，快点，哦，进来了进来了。敲走敲走，这样这个百花丛这么大，只有一个蜂巢吗？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哎，底下还有一只蜜蜂，哎，我看一下底下有没有蜂巢。哎，有哎，底下有蜂巢哎。哦，快点蜜蜂，快点进去吧。这边百花谷的蜜蜂还真的蛮多的。哎呦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哎呦喂呀，这个这么多，藏在底下是怎样？而且重点是蜂巢都生在像木树上面呢，桦木好像没有，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蜜蜂哎，我也不想打，因为打了蜜蜂就跑出来了，然后我就被叮了。啊，没蜜蜂就算了，我就挖走，哎，我就挖走。哦哦，它出来了，吓死我了，赶快吃一吃再进去呗。哎呦，它那个噗的声音真的是蛮可爱的。哦，又进去了。哦，可以了，哇，欸，这个百花谷蛮大的，可以逛一下，应该蛮多蜂巢的啦。到高处看，看看还有没有蜜蜂在飞。欸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看，
这整片都是百花谷哎，这真的是蛮夸张的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片的花海。那感觉这样看没有，这样到处飞一下好了。哎，我看到，哦，可是我没看到旁边有蜜蜂，我直接把它挖掉。哎，他们应该都在里面吧？应该吧？好，不管，直接强行带走。因为我们玩家，当我们刚进入这个地图区块的时候，他那个蜜蜂才刚生成，所以他还没开始动作，应该是还在蜂巢里面没出来。我猜的，不要打脸我，不要飞那么快，我看不到蜂巢，这边还有一个蜂巢。才说看不到，结果这边又看到了。哎，蜜蜂出来了，快点，我等你采完回去吧。哦，可以了，哦，大丰收哎，天哪，真的一个小时，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收集到超多的蜂巢。哦，看到狐狸，哎，我真的找到热带海洋了啦！可想而知，各位观众，我真的是飞很远哦。这样子，我的鞘翅要爆了。哈哈啊，死定了，鞘翅坏掉了，我们走得回去了。好吧，走吧，9000多格欸，要找死人哦。虽然可以自杀回去啦，可是我的82等很珍贵，这个不是模组生存啊。我终于看到我家了，天哪，这个也太远了吧。这次收获的蜂巢蜂窝是6个，再加3个铁质马铠，还有2个金苹果，还有偷枪来的钟。那我们就差不多来做结尾咯。好咯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下喜欢。如果还要持续追踪后续动态的话，请帮我点下订阅啊，旁边小铃铛。如果想要让更多人看到冬瓜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冬瓜分享哟。还有什么建议或想法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，或直接到粉丝团私讯我都可以哦，我都会看，不一定回复哟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你们先出来帮我采蜜吧。